本来他瘫痪了，坐轮椅的，现在参加今天几天法会，他就能走了，好神奇啊！感恩南无第三世多吉祥佛，感恩上人师父，感恩十方诸佛菩萨加持。我们世界一直穿着粉蓝色，从来都不走。南无第三世多吉祥佛陀呀！他多少年不能走了？这个我跟刚认识没多长时间。他一直都不能走是吗？别急，师姐，好好表法，师姐，如来正法就是不可思议呀、啊！哎呀，佛陀啊，伟大的千佛，佛陀如来正法不可思议、啊。不要围着，不要瞎传呐！这不是贪污那团伙人的啊！